大家好，今天来到隔壁村的老城墙上啊，这个老城墙有300多年历史了。这个老城墙上，有一种野果子，这个野果子啊是可以做美食的。这个野果子啊做出的美食非常好吃哦，大人小孩都抢着吃。在台湾好像是叫爱意果，在台湾这个野果子啊一斤都可以买到400多块钱，就在前面非常多这个野果子，我们过去看一下吧。我们已经到了，可以看一下。这里啊，上面非常多这个野果子，这个野果子非常像那个，无花果，它的外表非常非常的像。这个里面的籽啊，就可以做一种美食，做出来的美食非常非常好吃，小孩大人都非常喜欢吃。我们近距离来看一下这个野果子，看一下满城墙都是这个野果子，它里面呢，还藏有牛奶一样的，我摘下来给大家看一下。里面啊，好像好多像牛奶一样的，就是这种啊。这种啊，流到手上的话很难洗干净哦，要用洗洁精才能洗得干净。可以用手抓一下，非常多，像不像那个纯牛奶呀？这个啊是可以用来做一种美食的，做出来的美食非常非常好吃。不知道看视频的网友们啊，有没有吃过这种美食啊？可以看一下这个，像不像牛奶？哇，好多好多啊！现在摘一点飞机，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果子用来做什么的？这个果子啊是用来做那个凉粉的啊，做成凉粉非常好吃。哎呀，摘的差不多了。哎呀，摘的差不多了。哇塞，我发现这里非常多这个洞了，这个洞用来干什么用的？这里不对劲呢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啊。哇塞，发过镜头来看一下看一下，我感觉要发财了今天。来看一下看一下，发财了。来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。哇塞，拿开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哇塞，哇塞这种东西啊，全部拿下来。看看有几个，哇，是这种东西啊。哎，上面还有一个，哇塞，哇，这个东西值不值钱呢、啊？到底拿下来，一个人老在上面那里说，你又看不懂。我给你看一下啊，我下来，来帮忙看一下这个，好像啊有点重啊。你别动，展开来，我看清楚了，你拿一下。哇，这种以前我在那个拍卖会上我见过，人家都拍出了20万高价一个呀，这里5个100多万，你发了，是不是？见者有份啊，是不是真的？反正我在拍卖会上就看到人家拍这么高的价。你确定跟这个一样吗？差不多形式的。哇，这样我就发财了哦。来，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到底能值多少钱呢、啊？看视频的网友们知不知道啊？我是第一次见这种东西啊！见者有份哈。你敢不敢确定啊？反正值不了100万，应该20万也是能值的。那就是20万块钱一个，5个就是100万。我还是回去问一下村里的老人，可能村里的老人要比你要懂。你在电视上看的，我都有点不相信你了。我回去问一下村里的老人。哇塞！我现在才想起来，在隔壁村呢、啊。一时高兴过头了，连来到了隔壁村我都不知道。大家觉得这个值不值这么多钱呢、啊？值。要不要还给隔壁村的人？你傻呀！那就问一下看视频的网友们了，要不要还给隔壁村的人？有知道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探讨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，下个视频见。